我洗好了，趁里面热乎，快快快！哎呦，翟老师，那咱以后啊，灯要不要关早一点？我怕影响你打游戏。啊，不是，我怕影响你搞创作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翟老师，您请。干嘛？在等第一首更新呢，放心，该给的订阅费咱一分不少。到账二百元。 到账一百元。未来有我们主演，保持活力不断电，哈！只眨眼，记忆中拍了整青春的图片。各部门注意。 马上抵达就是，请做好准备，请做好准备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翟老师，您看您对我的这个服务还满意吗？您要是觉得还满意的话，能不能给我一点这个奖励？哎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那个，咱就是说，咱能不能就是。 帮忙解决一下这个生活上的个人问题。发一张你最好看的照片给我，我让群管理再群里帮你试试好话。哎，张老师，我也要，我也付出了，我也要。你一边去等着，妈，你说你要去。哎，说好了，我帮你忙，好处分我一半。不是，那怎么？咱是能不能尊重一点女性？谁帅谁先发？朋友啊，谁给你的勇气让你觉得你比我帅啊？说的好像先发的人就能成事。你，那咋看不上咱俩能看上你呢？ 沈辉就是嫉妒咱俩。我要是参加的话，你们都是白给的。哎呦，你参加不了，你有女朋友，你参加。哎，对对对。来，翟老师，你说，谁先发？我。哎，真是。这样吧，我们1010宿舍全体参加。你不会作弊吧？他们有没有看过我长什么样？ 不是，咱凭什么全体参加？不是说好给我的奖励吗？刚才那腿白锤了。规则很简单，群管理已经把我们的照片放到群里了。一会儿就以哪个人的女生愿意见面数最多来决定胜负，怎么样？这可平时就是一个交际花的样子，认识的人又多，用这种广撒网的方式，说不定还真有眼科患者看上。虽然我平时接触到的女生较多。 但大部分都对体育生的身份有好感，那毕竟谁能打败这身材带来的安全感？能打败我身材的，就只有沈贵那张恶心的脸了。哼，没一个能打的。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那我放功放吧。那我们就从沈贵那天开始吧。这个小哥哥很帅呀。 其实有几个妹子挺有兴趣的，但是都被身边的人拦住了。他们都说这么帅，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？毕竟学校圈子太小，当然也有不介意的。但他们好像都为了时间序吵起来了。后来莫名的成立了一个后援会，来阻止先偷跑的人。所以愿意见面的人数是零。没事啊，兄弟，这个叫虽败犹勇。闭嘴吧，来，天儿。 放我的给我吧。这个不就是学生会的王子信吗？好多人都认识。他不行了，虽然人不错，但是给人的感觉总是怪怪的。有妹子说，走在大街上全见面，保证一天之内，整个学校都在传八卦了。今晚那件事真美呀！可以和他见面的也是零。还有那个阴沉的四眼仔是谁呀？看到群里没有一个。 这个我觉得这个胜负嘛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了。好了，放我的吧，放我的。最后那个肌肉男呢，看热闹的人居多，但真问有没有人愿意试一下的，大家都觉得有点害怕。打游戏吧。哎，行，来咱打游戏吧，我走中来。嗨，关注也看累了，我大辅助，缺个 AD。 哎，来我 AD， 我 AD。 我收回刚刚的话，那个肌肉男刚刚有一个妹子愿意出来见面啦。不是你凭啥呀？
次追寻，每一次迷惘，你总会成为